欢迎各位再次来到本次的超级领地六英寸之下的实况，我是混沌王。上次上哪来着？我忘了。刚从银行里面出来，就是红色王子，现在是。怎么把自己关里面？还没好啊。红色王子，我当然从这边下来吧。我怎么把他救出来呢？哦，红色王子在这里。这是什么？这重力表。怎么救呢？这可以推过去吗？好像不行。这里有没有木头啊？这样，先上来再说。又有一个菜鸟需要训练，训练是很残酷的。努力起重，让自己变得强壮无比。然后呢？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怎么让自己变得强壮无比呢？不太懂什么意思。他把我关起来了。10-1什么意思？举十下吗？枪台吗？我不知道怎么才算一次训练啊。 哦这样。哦，越抬越难抬。哇，越来越难抬了。哇塞，现在抬起重物而且看起来很强壮。哇，瞬间这么轻松了，太牛逼了。我去，可以接受，但训练有过停止。牛逼啊！现在就可以抬起重物了。欢迎空空，欢迎八月飞扬。我再往上升。我要该举着重物跳起来。离谱。只到这个高度吗？这个高度有什么用啊？这高度感觉作用不大啊。哎，这好像之前拉过了。
啊，对呀、啊，为什么他没存到？哇，太奇怪了！我只要一转过身就，它自动之间往下压。这也不够啊，能再高点吗，大哥？可以可以。哦，该进来救他了。你怎么逃出来的？需要卡片。看你身材就跟我一样。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告诉你，可能是我也有机会告诉你这个。一定不要忘记去哪儿。哇塞，我看我变成浑身是肌肉了，就变成这样。这个放不出来，我感觉这个要涂颜料，但应该不是这里涂的。哪里有这金色的颜料呢？其实在以前那个地方可有啊，但是我不确定那边能不能涂。你把我的卡片扔哪去了？算了，他的话说一半，你记得一定要去，要走了，离谱。还说这本身有个橙子，诶，不会是拿胡萝卜吧？弹射上去了。这样放不过去。胡萝卜一定是竖着拿，呵呵，这就尴尬了。应该是不行的。不知道那里面怎么进了。这还有吗？还没什么东西是我没处理的。好像没了，这是蓝色，不知道绿色卡片用在哪儿。返回龙子镇，那就先做主线。好家伙！哦，这速度可以。欢迎蛋蛋来一伤，欢迎115。好像这里就这样了，那就跟着主线走吧，返回龙子镇。不，这没传送吗？传送怎么打不开啊？传送还没打开呢，我返回龙子镇。得慢慢走回去啊。哦，绿色卡片，你去那边拿。哦，我记起来了，我记起来橙色那个地方。不过它这个是金色，好像是，算不算？弹进去看一下。
这好像有个人在投金料，是这里的，不是龙子镇。这需要重新再走一次吗？很麻烦。先不管了，试一下。就是，这能涂吗？哎，看没？涂成金色了。关键是我该怎么回去？哦，这样应该就可以把那个放出来。我不确定啊，它那好像是橙色，好像不是金色。不对，颜色不对。那还有什么东西呢？那看来没办法了，看来这得以后再来。拿绿色的牌回去吧。这还需要白色的钥匙。哎，能给我涂一下吗？哎呦，谢谢啊。要回去吗？对，我是被抓进去的。走这边，哇塞，要完全回去啊。可以走这儿。这个变成开关了。现在倒着走，更多升级，抵达第三层。这可以吸我上来，但是好像会卡 bug。怎么样？爸爸他在楼下进了新的东西。接着看一下，这是什么新东西啊？这我都没买，主要是。这里面好像有个箱子，哎，这边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。那先买这个吗？提升挥击距离。这点什么加一？买完了有什么特效？没有用。没有就算了。哎，这个捷径开了。那前面为什么没给我开？去第三层吧。去这儿，红战旗回到我们龙子镇顶层，有什么可以帮到我？
那紫色卡片，我有，就给小马。让我能走出我的家。这不知道是有什么用，这个麻痹时间加二什么鬼？电枪麻痹时间延长两秒钟，可以。开这个，这还不知道用什么能力啊，暂时不得而知。这需要烧火，你有什么地方可以点火吗？下面好像可以点火，但是拿上来有点费劲儿，距离有点远吧。试试看，这好像没火柴。火柴在外面，那这个拿上去有点麻烦，那就接力吧，给它接过去。是吗？不是，到了顶层需要更多能力和道具。在这边接力，来吧。走。这有点太远了，差点来不及。接个币啊，一坨便便在里面，什么鬼啊？就这啊？我去了，就拿一个金币，我天哪！这有个开关，先去第三层吧。该怎么去？这边能开吗？闪电钥匙卡在里面了，紫色的。这线接哪去了？我这么查有没有搞错？哎，这里卖道具啊！坑爹啊！早知道我应该买这个。枪伤也在那百分百，冷却减少。算了，这迟早都要买的。想办法接个电给他。附近好像没有电了。哎，这可以直接打吗？这么 easy。有看到我们的儿子吗？已经离开三个月了。哇，这有限时间呢，肯定来不及。他这边有三条线呢，还有他在哪？哇，在顶层。哇塞，在那个上面。
我去，行，我记一下位置。搞得这么极限吗？该知道紫色去哪儿？紫色在这儿。怎么按照顺序来？先搞这个，再搞这个，再搞最后一条。好像有点远，看来这个应该可以吸上去。哎，别卡我！这指标简直了。哎，来不及。操作有点绝。按照门上的顺序才行。门上的顺序才行。但你，我看一下吧。这是方块。方块是最后一个，没错啊。圆三角方块，对啊，没错，圆三角方块。哦，这可以打。什么开了？麻痹时间再加两秒。时间紧呢。哎，哎呀，我去，来不及接上去。看一下，哦，这可以直接弹上来。那行，来得及，来得及，来得及。看这个能不能？哦，这边可以，可以这样。行，这边不用走线，道具够的，怎么不够？哎，哎，这晃的，晃得我头晕。哎呀，我去！哎，他就是经常掉帧，在转头的时候突然一下掉帧，然后又影响时间。你看他帧数特别不稳定，一会儿卡一下，一会儿卡一下。哎呦，我醉了！这冲刺有时候一下冲过头，把你冲晕了。哎，你看他一冲，冲个头，你得调那个，你得调整那个头，调整老半天都碰不到他。啊，这个设定有点恶心。
你冲过头，你就晃晃老半天，转不到他那个视角。我去！这还有啥吗？那位置不见了，不管他了。这里或许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到我。OK。电流。这铁针不知道干什么用的，好像以前一代也有这个东西，接电的。以前一代也有这个解谜，上面好像有个东西可以拿。太高了，算了，先走主线吧。这护盾什么鬼？打不进他的护盾。什么解谜啊？哦，他无敌的，要把他震下去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个 ？OK， 死不死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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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麻老死，这给他提供了无敌护照，看这一点亮，这些都无敌了。过来下去吧，过来啊！我怎么过去啊？太远了，这个就跳不过去吧。哦，这可以打到掉血的。别卡死了，还没出来之前就敲死你。直接电麻了，这么多怪啊！躺下去，这第二场战斗。走。
我掉下来了。找你，直接憋死，没电了。搞定，全是下面的。下面没人了吗？没人我就下去了。他盾牌这么坚挺啊。OK， 解决。通关巨大区。压一波。恢复。我现在是壮了，大家看。浑身是肌肉。跟以前的我不一样。欢迎复原，欢迎五连鞭。上面有啥吗？好像没什么东西。暂时跳不了这么高，算了。走吧，OK， 咱们先算期视频。